星群群主啊，你进这个群了吗？没有，没有你。涛哥，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进你们沈阳明星群的群里啊？你是谁？啊，气死了！你是谁？你是哪的？这问题问的我太难受了。这咋比上了？那我体能我还行呢，咋了？就是你怕什么来什么。肯定是。那我这真的不怕速度快的那种。我体力行，我现在给他翻个跟头，好吧？游戏胜负不重要，最后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很重要，好吧？你告我干嘛去？告我一声。我告你，你还会干吗？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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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服没？服没？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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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我然后为了躲一个更难的动作，放下出一根大猩猩。嗯，在我心中这是我的高光时刻。Hello，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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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又见了，好开心哦！相信大家也看到我们黑板上有一个神秘赢家的这个线索。依次撕开那个纸条以后，看一下后面的线索，我们来猜是我们的神秘嘉宾是哪两位。行 ，OK， 那我去撕。对对，去。你想先看哪个？就左边的吧，左边第一个，这个吧，对、好不好？考驾照困难户。你们有驾照吗？不知道，我有啊。你有？我也有，但是我没开过车，就是只有那个考试的时候开过。那你考它干嘛？我也不知道，谁是考驾照困难户？不知道，不知道。我猜是个女孩。哎，你这有点歧视哦。歧视了？我歧视了。怎么呢？我这个我能问一下吗？干嘛呀？哎，这个发言，我可每次都是一次过的，非常厉害。行吧，下一条，主持界的隐藏歌手，主持人啊，主持人，你到底有多渴望是一个女性啊？我希望最后一个啊，没事儿。最后一个写什么？写个女。老秦想要最后一条是女人是吧？老秦的女人。哎，不是沈阳明星群群主，沈阳明星群，沈阳是沈阳的明星。你是沈阳人吗？对。那你进这个群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你，没有你。你想想，沈阳来的主持人有谁？沈阳明星，哪怕你没有在那个群里。这次人家来，你好好表现，顺便把你加到群里去。汪苏泷是沈阳，汪苏泷沈阳，但是他不是主持界呀、主持界的隐藏歌手，他就汪苏泷不就是歌手吗？对啊，得先是主持人是吧？对啊。那么先放过这个是吧？对啊，咱们再看下一个，看下一个。有较强的自我管理意识，是个艺人对吧？较强的自我管理意识，艺人有较强的自我管理意识，是个女的，是个女的。你就有点歧视男性了，这跟我想的那个人不太一样。电影演员，然后是赵又廷老婆，没事，你快点。你的女神。那下一条，看一下，在厨坛进进出出的男人，幻想破灭。谢霆锋，刘亦伟老师，黄磊老师。OK， 下一个。哎，这还有挺丑照贡献是吧？这不是林更新吗？但他怎么会有较强的自我管理意识呢？你们对他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可能这三个提示他自己说的，很像自己说的。哦，对，那这个呢？哦，那这个想必就是海涛哥吧？哦，因为主持人是吗？哇，哦，对，他是沈阳的，你这个推。
心理能力还是啊、哦，对了吧？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我在这闪现一下，我都不知道。是啊，我们猜的对吗？应该是对吧？我们的神秘赢家。Hello，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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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猜半天呢。不，哎，你好，你好，哎，小童，哎，好，小童，新哥，好，海涛哥，好，来，涛哥，坐，涛哥，别，前辈，别，不敢，哎，涛哥，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进你们沈阳明星群的群里啊？你是谁？啊，气死我了！你是谁？我是哪的？你是沈阳的？沈阳的。你是沈阳的啊？那咋没进来呢？你没拉呗？啊！这个问题问的我太难受了，我真的不是，我才知道你是沈阳的。沈阳的，我真不知道，确实不知道。沈阳的，你有在那群里吗？在，但那群一年也收不了一次花。不是，在不在就这个时候没什么意义，主要还这个时候主要以维护为主啊，就是我们不常打扰，不常，甚至免打扰。我不知道，我第一次见老秦，我知道我都第一次见，我也第一次见，第一次见。你太没有存在感了，人家都不记得你。你坐这边来，想刷一下。我记得。那第三条那个丑照，那个是丑照贡献者，每年至少在我生日的时候都会贡献一张。为什么考驾照特别难？我考笔试考了七八次。哦，那个背不下来是吧？不是，就是紧张。就是答的时候我都答懵了，最后都有几次都是那个89分，题都会，然后就是想巩固一下，想巩固一下，多刷两次，巩固一下，加深印象嘛，很重要嘛，这个事儿。哎呀，你们不提这事儿我都忘了。出个标让考一下，这个就给了新哥跟海涛哥做了一个入营申请书，我们完成这个填空，介绍一下自己。你们都填过吗？我们没填过。我们要拒绝他俩，今儿可以回去了。小童说我们拒绝了，那就二位就可以回去。一拒绝这边就收工了，是不是？收工了，拒还能拒绝啊？不是，那就是我就那就完事儿了。刚开始就结束了。那就我觉得推理角色，我觉得偏辅助吧，就是。你这偏辅助是指啥呢？指就是就没啥大用，就是你们那个你说啥我说对，不是你们使劲我说哎有道理，哎我觉得行哎，再考虑考虑。我觉得你的那个观察力吧，我反应能力应该挺强。你从哪儿判断出他的反应能力比较强？我也是有本职工作的，是吧？我忘了你干啥的了啊，多多少少对生活也是有一些帮助吧，对吧？那就你觉得还行的就打个条嘛，对吧？嗯，观察力还行，我觉得我的反应力还行。不是，你觉得你自己哪个强就写哪个。嗯嗯，我的推理力应该是可以，记忆力是还观察力凑合，我的记忆力也是可以的。嗯，是咋的比上了？那我体能我还行呢，咋了？因为我觉得没什么不能打勾的，都打上吧，要不都打上吧，都打吧，都打吧，内卷了是吧？咋的，我也不能输，咋的？要不咱们四个走吧，感觉他们都占了，对，角色类型全能选手，这个什么那个拥有的探案特质，咱俩是气氛组的，氛围担当，就大家有些推不住了，有一些那个散，我就把气给大家提起来，好的，好不好？好，时不时来一首歌，对吧？助兴，对，可以，反正就是小节目就组织起来，好吧？好的。想组队的赢家及原因，跟谁组？就是我们四个。我们四个，就只能四个里面选。对。哎，不然嘞？我就问，不是难过，我就问。我们走吧。那我们走吧。哎，不是，节目留给他们吧。都坐在这儿了，是吧？坐在这儿，我们是要换。不是，不是，对对对，不是，我得问明白嘛，我就是询问，你们别心虚啊，包含小心，来都来了，我跟他熟，嗯，但我对他的智力不是特别认可，所以你来辅助我，对吧？在智力这一块，好，我觉得我跟老秦我一直没见过，就是，那你选他，我选个老秦吧，行，嗯，其他没有被选到的也不要气馁，我也可能会改。然后接下来，参加节目最害怕遇到的
三个关卡。对，你最不能接受的会是什么？比如说那种什么开那种盲盒啊，或者把手伸到一个什么洞里去摸东西啊，或者游乐园设施啊。我比较怕游乐园设施。我就是那个太折腾身体的，可能因为我怕累。哎呀，但凡动弹一下都不行，不能出汗。你要不要坐着？你是脑力输出，你可以躺着玩。对，啊，是吧？你看工作人员这么多呢，拿小车什么推着你。我全程就倚在这儿，好吗？不是，是因为我腰受过伤，然后太狠的，我就怕。就是耽误后面的那个部分。好，没问题。别的都没。你呢？你是怕游乐设施？对，我比较怕这种速度过快的东西。嗯。是呀。嗯？你这么问我是一定要玩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一定，他们设置这个东西肯定就会玩。就是你怕什么来什么。肯定是。那我是真的不怕速度快的那种。我是真的不怕速度快的那种。是。我体力行，我现在给大家翻个跟头，好吧？我今天翻完，我就今天就躺在这儿，好不好？谁也别动我，谁也别扶我，行不行？哎呀，喊太大，喊太大！坐吧，坐吧，坐吧，来吧，你就不填了，你就不填了吧，不填了吧。对啊，入营口号随便喊一个吧。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我们能行。我们有口号吗？我们没有啊。他们。自己就没有，咱们想什么口号、啊？我们连队名可能都还是、哦。我们一直就队名都没有。哎，咱们那手势是啥来着？你们叫什么？热心市民，你们有？热心市民吗？不是，平民英雄。没有，我们等级好像没有那么高，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是志愿者之类。我们就是一群好管闲事的人。对对、哦，一些人。热心市民。对，我们手势也没有统一，对吧？没有没有。上次说是什么？是什么来着？有一次就没有。其实你不要觉得他们特认真，稀里糊涂的，你不觉得吗？啥也没有，口号、手势什么都没有。我们这样吧，好吧，那个是一个团队，要有爱心。我们这样，比个螃蟹，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是吧？我突然好形象化，好看的。对，这一个散着花的心，是吧？怎么样啊？这样，对吧？凭什么呀？你今天第一天来到我们这，凭什么由你来决定？海涛哥第一次来就给我们定了口号、手势。不是，我你们又没有，然后我给了你们还不乐意。我觉得我来我总得做点啥吧。什么呀？我们好歹录了四期呢。好，行，你凶我啊！哎呦，说话就不行不行，迷糊不行，迷糊迷糊迷糊，出虚汗了，来。今天我们的案件会着重考察大家的观察跟记忆能力。好，那游戏名称叫 X 的咒语。X 的咒语。我们会有六名玩家，一位 X， 一位先知，跟四位村民。所以就是六个人。你先等一会儿，就是我。本质其实就是一个有身份的猜词游戏。本质是一个猜什么游戏？你再来一次呗。猜词游戏。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听不懂，咱们就玩吧，要不？我现在想考驾照，行不行？那个走吧，走吧，走了，走了，不行了，你们这太难了。咱们先定一个村长吧，好不？谁比较擅长玩这种游戏啊？狼人杀嘛，我会。对啊，那你当村长吧。啊、哦，可以。咱们先试玩一个。啊，来，抽一张。然后我就是村长了，是吧？天黑请闭眼，村长请睁眼。这不是都知道是他了吗？不是他吗？村长确认关键词，村长请闭眼，先知请睁眼，先知确认关键词，先知确认关键词成功后可以闭上眼睛。X 请睁眼 ，X 确认关键词，天亮了。哦，可以睁开眼睛，就是谁是卧底加狼人杀是吧？问什么？打个比方，假如说是不是一个物品，还是说是一个什么啊？这个东西对吧？我问问你，今天开心不？是不是不是这种的吧？对吧？叮，好，是不是食物？食物，是生活用品吗？它是动物吗？
哎，这个你就可以问了吗？对，他是不是动物？那你就问什么？他是地上跑的吗？哈哈哈！是快乐吗？跑得快吗？嗯。这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确定。不确定，有快有不快的。他现在是一个动物，然后跑得快不快不知道。对，嗯，他有毛吗？他是狗吗？啊？他是狗吗？是狗。那猜完了吗？狗有很多狗。哦，品种，品种不一样。具体的，它是大型犬吗？大型犬吗？嗯，它是短毛吗？短毛，分你剃不剃？还能这样？还能这样？你是 X 吧？是不是？剃不剃？它有个长，有个短。呀，问错问题了，其实。嗯，你可以告诉我。你好歹知道问什么问题。我因为我现在问他腿长吗？嗯，哦哦，哎，嗯，我不知道，可以吧？不确定，这是你见过的种类吗？我知道，我知道。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锁定它是哪一个品类了嘛，对吧？如果我们猜出来了，就猜出来以后 ，X 要现身，然后指认谁是先知。如果指认成功，那 X 就胜利。哦，是卖好人正常胜利。哦。那我现在可以猜了嘛，对吧？新的一轮了。嗯，是茶杯犬吗？是泰迪吗？是柯基吗？是。你刚刚要问啥？拆家类的吗？他啥吗？他啥？啥狗？啥狗还拆家？如果像拆家的，就可能是什么像哈士奇这种，是吧？但是小，但是它是大的那种啊。那小的的话，哈士奇是大的，是吗？你知道哈士奇大起来能有多大吗？哈士奇有小，哦，那是 小哈士奇。哈士奇这么大个儿？哦，哈士奇会长大是吧？哦，那个我也不是一下长这么大的，就这儿。我也是从这么大慢慢长起来的，变成一个大小伙子。哈士奇这么大个？对，哦，这么大个，大型犬。不会就是哈士奇吧？没错。知道。那所以现在 X 要跳出来了。我。啊。谁呀？谁是先知？先知。他。啊。我是。对吗？对吗？不对啊。我是一村民，我也是村民，啊，你是村民，哦，那我们就赢了。你？是吧？是吧，我也是村民。你是？你是先知？哦，我也是村民。那他怎么仿佛很恍惚的样子呢？对啊，他就骗了你啊！你多少得给点方向啊！你说实话，没有小童给的多，因为他说出狗了以后，我就不用再往下领了。你们就往下说就行。他说先知不要让 X 猜出来，我就负责别让他猜出来。对，是这意思哈，玩得好。那个想要换村长，换村长。对啊，还行，怎么能是小狗呢？谁想当村长？我来吧，我来。哎，你别问，你不能出汗，哥。你不是腰不行吗？搬东西最伤腰了，一下就试出来了啊！哎，我想突然之间就，啊，躺这儿是不是？哎，别说，我刚才有这个意识，我现在有点疼。哎，你还得站起来发牌。你们过来拿一下吧，走吧。哎，我再问一下，他是一定要五局之后再说谁是谁吗？五局之内。但要是他是 X， 就很难办了吧？对呀，但先知知道是吧？啊，就先知能知道他是 X。对，如果说我是刚刚是先知的话，我就觉得你在误导他。哦，那哈士奇他就是哈士奇大的啊，所以你会觉得我是 X。Hold on， 游戏只是一个表象，最重要的是看人心。游戏胜负不重要，最后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很重要，好吧？你这个没有押上韵。哎呀，别这么大压力，我这也刚来是吧？一共来不到十分钟呢。天黑，请闭眼。好，天亮了。
它是三个字的吗？哦，是。好，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吧，一般说的啥都得是啥。是，是。三个字的。三个字。是吹风机吗？你这有点过分了吧？哇！我掏一勾，我这太吓人了，这一个勾太吓人了。是不是吹风机呢？你是给忘了？我想想，他如果要是吹的话，他吧得吹一身，到时候有点。如果要是吹呢，还是不行，还是不行。你是 X 吗？还是不行。他有生命吗？啊？换村长，换村长。你听着名吧，他像有生命。你弄完了之后，他也可以给你的生命带来很多。他没有生命。厨房用品吗？厨房用品吗？厨房吧。我刀呢？他们吧。刀飘点儿。他在厨房确实是出现，而且经常在厨房出现，但是它不是一个物品，它是食品吗？哎，有道理。他说在厨房里能出现，但它还不是厨房用品。用品啊，食品。往勇敢的猜，色拉油。太勇敢了，我这个太勇敢了。啊，不经常出现吗？酱牛肉，我觉得麦哥的生活可能会你没有那么常会接触到它，不是很常用的。不，大家很熟悉，但是只是麦哥会觉得说他没有那么熟悉。为什么？他的感觉就相当于喇叭蒜，你们看见我的感觉。说啥玩意儿？真的，前面三个线索没人猜，把你猜出来。不是你现在这个不正确的回答，有一种感觉在误导我们，你知道吗？是。不是你现在这个不正确的回答，有种感觉是吃的。吃的。嗯。是素食的吗？它算是。素食的。方便面啊？不是吧？那就来吧。来一下。方便面。贼接近。这个贼，那个懂了啊，懂了、啊。贼对，在这儿，在这儿啊！我刚才当那把村长，自愧不如。很接近，方便面不是很接近，自热锅，自热锅又得这样，就远了一下就。我大概知道是啥了。哎，来了。啥呀？然后你说离他很远，为啥离他很远？我感觉。但我具体不知道啊，因为也没生活过。但是我只是那你是跟咱四个生活过呗？不是我总得给点引导嘛。螺蛳粉。这个你但你不说跟方便面比较接近吗？你从色拉油是怎么想到螺蛳粉的呢？这不接近方便面？螺蛳粉是离麦哥会，你觉得是近还是远？我哪知道他吃不吃？但为什么离我们四个近呢？我就所以我好奇。不是，我只是说离他的生活，那个远还不食人间烟火。不是，咋急眼了呢？我不就是说咋的？他是什么王子？喝露水。那我还说螺蛳粉是我自己呢？我觉得我说错了吗？不是那种亲民的，就是是吧？就是大家一好朋友的感觉嘛。答对了，螺蛳粉，真是吗？螺蛳粉，我真无语。是你吗？你咋猜到螺蛳粉的呢？我以为这个起码能玩够四轮，好不好？他太狠了，他第一下就上来三个字儿，你说三个字，对吧？你不三个字儿就四个字儿。然后抿一下面相。哎呦我的妈！你看，逃避，走这一卦了，开始。我觉得应该不是小童。因为小童跟我演了一波，我俩就是哎方便面。小童我还跟你演了一波呢。小童当时很真，你跟我演了你是真的。小童是真的才方便，所以我排除小童。小新哥那个太具体了。那我要知道我为啥第一轮我就说呗，螺蛳粉本集完。我觉得三个字和螺蛳粉这两个真是出乎我意料，所以我才是小新哥。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先知来。要如果我猜错了，只能说明小新哥玩的太好了。哎，这样三会做人吧。三，我才是海王。二，一，是不是你啊？你们没有觉得整个的这个引导过程吗？他呀，我使了很多劲儿吗？
没有我使劲能这么快猜出来吗？哦，对，你一直在使劲。你想想啊，但村长是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的。我以为村长只是想让好人获胜。如果我要是村长的话，我就一定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我只听我听到的东西，我只辨别对错。不是，但我必须还得问一下，为什么螺蛳粉跟我们四个有关系，跟他没关系？不是，我说人家就是怎的，我错了，行吧？我对不起，行吧？螺蛳粉跟怪兽头有什么关系？不是，我那个意思就是，他想说跟其他几个，你要我咋的吧？前面来个勤工班，原谅你，可以。你别说，我现在有点疼了啊，隐隐的了，有点啊。对。海涛哥能拍吗？给我拿三角架、哎，你自己找吧。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来，三二一。因前男友拒绝复合，惨遭报复，男子欲救人反遭毒手，至今状态昏迷，不确定到现在他是不是还昏迷。伤害人的那个人他已经被抓进去了。其实要找到拍摄的人，还有当时那个女孩金小山，她死了，我们来晚一步。那还有脚印，她后面有血迹，跟杨笑的手法一模一样的。什么？米宝、蟑螂，他在调查这些人。这个梁小贤被捅刀那个，他是不是就是跟金小山联合起来？哦，找到了吗？这就是案发现场的鞋子吧，并且这里少了一个铁钩。好了，我自己犯的罪，我自己来承担。体能强，认证了今天。认证。当我看见瑜伽那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该。是因为那个才安排你到瑜伽的吧？是吧？通过一天的合作，有没有一些帮助评价方面的一些误解啊什么的？干嘛？哎呦，太直白了，是不是？这说有点。好直白啊。拼图我太在行了，是吗？是吗？来来来，那我们老秦，我们收。那你要快一点哦，我们要救人。哎呀，你在救人啊？对呀、啊。哇，还是一起吧，来吧。拼图我太在行了。反正我觉得还挺有默契的。嗯。身为第一次来上这节目，我觉得你上手还挺快的，对吧？只是在拼那拼图的时候，有点在那瞎拼而已，是吧？没给我机会，就是我机。其实刚才我们也很难，我们也很辛苦。你们搞了多久？那瑜伽在那边？哎呦，那是得一会儿，得一会儿。我们拼的拼图要半个小时的，至少半个小时。哦，很累。就拿手是这样，这么大一块的拼图，好累啊，体力活。但是挺好的，反正我觉得你总是能给我一些惊喜。感谢。嗯。其实我觉得海涛逻辑特别清楚，嗯，是的，我觉得是主持人，对，真的是有经验，不是瑜伽课也是惊艳到我。我能申请一下，到底什么动作呀？我们要再演示一下，海涛哥来，哇，来来来，哥行，哎，体力是行哈、啊。我以为我一天只能弄一次，既然你张嘴了，老秦不是想知道吗？来，你过来，来，我等会儿。来来来来，鞋脱了，来鞋脱了，注意腰啊！来撞过去，嗯，什么鬼？你告我干嘛？先告我一声，我告你，你还会干吗？越听越别扭。来，要坐把椅子吗？坐把椅子。真的假的，哥？展示一个。我没想到一天能使两次一招，真是。使两次。上来，有经验了。来一个九十伏的，来扶的。干什么？上，谁上啊？什么？上膝盖。啊？上膝盖。真行吗？上。真可以吗？哎，来吧，又不是第一次来，整吧。我上保险了吧？哎呦，好。哎呦，等会儿啊，
你站稳就行啊，你站稳就行啊。站稳没有我。我想站稳啊。你站稳就行啊，你站稳就行。没有我。好，好，好，老规矩啊，老规矩啊。抽凳子。好，老规矩，别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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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管，你不管，你别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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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别抽，别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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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扶，有我呢，不用扶，不用扶，走走走走走，等等会儿，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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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妹，扶妹，不用扶，不用扶，有了。不用扶，徐展平，徐展平，哎，十分，十分，好，好，好，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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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还让谁想看？看到了，看到了，愿看吗？不愿了，不愿了，来来来来来来，上油中。不是，我就一个问题，就是你搞了半小时，来再换一个，来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来来来来来。你说的是吧？来来来，来来来，你翻过来，来，翻过来，翻过来，你手放底下，手放底，你们扶着点，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腿给我肩膀，腿给我肩膀，那边那边那边，好好准备啊！就你手支住了，你手支住了，别伤着了，别伤着了，你手支住了啊！就类似于倒立那种感觉。对对对，对，挺紧，核心收好，来啊！一二三，你太抖了，他太抖，他头发都在震颤，我天哪！没事吧？没事吧？你还要？我们还能摆星星？我们还有。来来来，那个，还是你在这儿好吧？我在这。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没这样。给他摆一下，你过来，你过来。妈，躺下，躺下。我躺哪儿？这样，这样。什么呀？哎呦！你过来，快快快！干什么呀？好，对，这样，这个动作精髓不在我们，在小童。来来来，什么？然后呢？然后是。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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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好好。这是摆星星，对，摆星一个星星，两个星星，三个星星。走。不，你就是。是这样，就这套值不值半个小时？是不是？你要说不值，其实还有几个。哎，你们是咋拼图了呢？来，这么大是吧？谢谢。今天一天下来感受怎么样？我觉得感受还是算是很投入吧，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我的那个目的和我的诉求，其实我一直都很坚信这件事情。嗯，其实做啥事就是投入很重要，因为我投入了，投入在这件事情里面，然后大家也会很投入的跟着我的那个感觉去感受，去观察。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过瘾的一件事。那今天这些小伙伴，你觉得他们表现有没有出乎意料呢？因为我今天主要都是跟小童跟九州一对嘛，所以我觉得他俩真的是太机灵了，就完全就是解题的一把好手，各种擅长的东西在他们这都是迎刃而解。第一个就是红色加蓝色，贵贵。哎，黑加白是灰色，暗是吧？暗，红色格。哦，柜子的暗格。那对其他嘉宾有没有什么印象？我觉得像马哥，他就是他很细腻，就是一些细节细小的东西，可以用他的，语言也好，状态也好，然后来提炼和分享。我觉得这个那个状态，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嗯。然后老秦呢，就是会很轻松，就跟他觉得交流也好，表达也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人轻松之后就更加容易让自己发挥出更多的潜能。更新呢，就是他本身就是个大男孩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我们俩来说都是刚开始就懵懵懂懂的进入，但是这种感觉这种状态呢，其实也会带给我们不同的这个游戏体验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玩一天挺开心的。那今天下来有没有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最后我觉得应该盘的更完整一点，比如说小贤，我现在要告诉你点滴上的挂钩去哪里了。
你不用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用这个挂钩伤的人，并且你的鞋子我们已经发现了，鞋底是白的，我们也有照片为证。如果你再这样装睡下去的话，你良心不会痛吗？内心模拟了一万遍，是不是？嗯，这套是不是很完整？是，这套很完整，请给我删除吧。是，吃个苹果。哪个人？你觉得有进步吗？就是自己在这个。反正因为今天这个剧情，咱实话实讲，我打开始我就猜了，梁某会不会是一个他在假装昏迷？有可能。这种贴他会不会是那种打针之后拔出来都要往这摁一个，拿个棉签这么摁着？我捋了一下大家想表达的东西，基本嫌疑人也就这么几个人。我们现在只能推测出来，就是一直在医院里，一直说他深度昏迷也好，重伤也好，一直在医院住着。这个叫梁小贤，我们只能说我们这边怀疑的是他。但是咱们换句话又说回来，如果现在的情况真的是我们想象当中，现在躺在病床的这个人，他真的是犯人吗？如果他真的是犯人，我们这么做一点问题没有，我们只是逼他让他起来而已。但如果说这个犯人真的是金小贤和他的父亲，怎么办？这就是小童当时说的，就金小贤为数不多睡醒的一次。最后那趴还是很高光的。哼，反正说。每天都挺精彩。这个视频可能是 X 拍的，拍完以后他发给了当时可能这个两个挨打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激发了让他杀人的这种想法吗？杨笑跟张冷都没有管他们，所以他们可能会有这种动机。哎喂，什么呀？咋了咋了？哎，这是不是那幅画啊？那幅唐作案工具的那幅画。你看地上的血迹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上面的符号是不是医院的呀？是吗？是。所以你觉得现在我们的剧情，其实你很快就能抓到的？不，只是这一期而已，只是这一次。就是这根弦，为什么就有时候这根弦就是搭不上，就突然就搭上了，就觉得真的是我搭上了吗？给了你一个定义叫间接性天才，是真的，是吧？得看状态。新成员的更新，那你觉得他今天的表现怎么样？我可能会觉得，人哥第一期就跟我们刚录第一期的时候也一样，就是不知道要干嘛。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而且卡在一个中间这个状态，咋办现在？毫无头绪，着急。所以我觉得新哥可能有点想法。你啊，新哥其实已经睡着了，刚刚。新哥说有点想法。没有，我想法。我目前还没有整理。行，那想睡觉，想睡一会儿就想法。一会儿再说。所以可能慢慢的，进入状态了就会好一点。我觉得慢慢来吧。小天第一次录制感觉怎么样？是我第一次录制这个类型，但我平时玩剧本杀就还有这种密室啊主题的这种就很少，所以对我来说是我也充满了好奇啊，挺期待每一关是怎么样的。其实第一次跟赵宁录真人秀，是啊，第一次搭档，我对他可能比较熟吧，一起录真人秀，我觉得更像是一起跟好朋友一起在这个做游戏一样，开心吗？我觉得有必要使出一点非常手段，没有就把他俩换下就行了。像我们在一个车上，他也去在讨论、去琢磨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是一个挺认真的一个态度。经历今天第一天的磨合，你觉得这里面谁的破案是比较厉害的？那我觉得小童其实还挺优秀的吧，在这方面，他比较细心。在那个病房里，其实，在面对这个 NPC 的一些可以说是不配合，因为他不可能再配合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去承认。
那也会遗漏很多东西啊。那我觉得小童每一个都给对得上。我们没有说过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凌晨一点钟在那个服装公司出现的。嗯，你们看到那个值班表了吗？嗯，我在值夜班，他在给我自己做不在场证明。觉得自己今天高光时刻是在哪？我觉得我的高光时刻是我扮星星的时刻。这样，珊姐，你要喜欢星星，我给你演个星星。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哎，我给脑，还可以有这种。疯了。就这件事儿，真的，那是我妈在我小学逢年过节会让我给家里人表演的，就是一个必备的节目。特别经常 Q 我给大家来一个表演个星星，然后或者经常在外人说，哎，你知道吗？他演星星可像啊，让他给你们演一个，我就特别拒绝，因为我觉得太不好看了，那种我的那个表情实在是太绝了。但是今天，我居然会为了躲一个更难的动作，奉献出演大星星。嗯，在我心中这是我的高光时刻。再做一次瑜伽，可能做一次秋千，你选哪个？那肯定还是瑜伽呀。再怎么折腾也是在那个瑜伽垫上，也不用出去。但是你知道吗？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吃蚕蛹和荡秋千，你猜我会选哪个？吃蚕蛹。你猜我选哪个？蚕蛹。不，荡秋千。可怕吗？如果就必须得选择的话，没有任何返回的余地的话，我跟你说，我刷二一币，我可能就去荡秋千了，因为我根本不能想象，就是蚕蛹吃嘴里是什么东西啊。不要想这种，像这种，可别不要那天给我端盘蚕蛹和荡秋千让我二选一。比如荡秋千和过山车，让我同时去选的话，我可能就不干了，我做不到。小山跟小新之间的感情有触动到你吗？嗯，其实也有触动到，但是我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明明两个人可以很好的就一个。好的未来，他们俩都有共同爱好的这么一个人，但为什么就去选择了互相包庇？我就眼看着你走进了一个深渊，就这是爱吗？那他们就没有任何正确的引导着去走进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幸福的结局吗？其实有时候可能互相鼓励的那种进步，比互相看着对方一步一步变得这样可能会更好吧，只能说。瑜伽那个，你觉得整体有什么感受吗？瑜伽我之前是真的从来没有尝试过，师嫂带我们一起做那个瑜伽动作。最开始在看到了。就是那个报道，案件之后，你在车上有跟那个佑廷哥聊到说，你觉得是受了欺负的人想报复，当时是为什么会这么推测呢？每一次作案，其实它都是背后有一个潜藏的逻辑，不仅是你行动的逻辑，而且是你心理的逻辑。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理逻辑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当时现场的这些人的人物关系是什么样的？通过那些。影像我们能够找到他们其中的人物关系，然后了解每个人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谁会有这个杀人的动机。所以当时我就推理了一下，很可能是他们受到欺负之后看到很多袖手旁观的人，然后决定报复性作案。有怀疑过谁是凶手吗？当时其实我蛮怀疑金小山的。对，其实我们当时是我海涛哥还有小童，我们三个就是想了三个逻辑嘛。第一个逻辑就是金小山自己一个人锁门，然后第二个就是金小山和梁小贤一起共同作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猜这件事情还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人。梁小贤的父亲是做石膏的事情的，所以很可能梁父跟这件事情有关，所以当时我们是捋了这三个逻辑。就是我经过这几案吧梳理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证据，然后证据一个是人证，一个是物证，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证据罗列在梁小贤面前，才击溃他最后的心理防线，让他说出真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记这个。
了解事件全貌后，对本火车，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举手之劳。在每一个人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你给自己关起来以后，然后你会慢慢的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最后会导致可能会有一些偏激的行为。虽然梁小贤见义勇为这个事情是可以表扬的，但他之后做出这件事情绝对是受到谴责的，因为他相当于是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善恶一念之差，你就可能从那个善变成那个恶了。身边有一个喜欢你的女生陪伴，还有家里人，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展开一个新的生活。不能以暴自暴，也不能自暴自弃。我觉得很多的东西还是应该交给法律去解决。